这是幽兰子的 GoPro 自拍镜，可以很轻易的看到 GoPro 的拍自己的画面。但是这个东西做起来是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用的，8偏偏不能用。为什么呢？8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会歪歪斜斜的，会勉强使用啦。那如果不喜欢歪歪斜斜的呢，你就必须要把这样原本的螺丝，这样原本的螺丝进行打磨，把它磨成像现在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就不会歪歪斜斜的，因为就在这一节的关系，那它会造成整台机器呢跟这个座有歪斜的现象，好，那请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只要将这个螺丝给予打磨，打磨就搞定了。好，那打磨后的结果呢，它会变得很瘦，哦，瘦瘦的，丑丑的。那介意的人你就歪歪斜斜，不介意的人呢，它就会正。哦，好，谢谢。